花莲县客属会举办回兰客家文化艺术活动，邀请到全县九个分会以客家及环保元素带来创意的进场表演，而其中来自瑞穗分会的客家婚礼创意进场荣获第一名。另外吉安乡分会的 Miu Haga 创意舞蹈，还有花莲市分会的客家农村生活主题，则是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花莲县客属会举办回兰客家文化艺术活动，邀请全县九个分会以客家及环保等元素带来创意精彩表演，其中瑞穗分会的客家婚礼创意进场荣获第一名，而吉安分会的 Niu Haga 创意舞蹈和花莲市分会的客家农村生活主题分别是获得第二和第三名。花莲县客属会理事长邱坤成表示，今年的嘉年华除了客家创意进场，还有闽食文化版的展示体验。客家技艺之美展示有草编、拼布、书法，而客家传统文化体验包括有碗面、裁缝、针线、美法，另外还有儿时趣味活动体验 DIY、 客家烟晒文化体验 DIY， 还有各项趣味活动等等。欢乐的嘉年华盛会，让更多人看到客家精彩的文化和精神。记者会吉安乡报道。